在要尽快通知学生一件事情，今天要停课，线下停课，因为疫情原因嘛，先让学生回家。我现在心里面其实还是有一点忐忑的，因为九年级的教学任务还没有完成。我当时上一周还说，我说要赶快讲新课，不然又会把新课砸在手里面，上网课效果不好嘛。哎呀，还是砸手里面了。我今天上午还在备课，因为最难的一部分现在只讲了一部分，就是碱，常见的碱，碱的化学性质，盐的常见的盐，酸碱中和反应都还没有讲，这些都是最难的部分，都还没有讲。本来我还想着今天借助一个晚自习再讲一部分，晚自习也上不了了。三，你要把卷子摆下去是吧？给他忘，给他吧，走。我还要把我的东西也收拾收拾，我的电脑要拿走，说不定要上网课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我的课本儿，然后这个东西要带走，笔、U 盘，还有什么没有？卷子全，这些都要发给学生吗？这样，你需要提前十分钟进门。关关，希望疫情赶快过去。哎呀，我心里面真的是不是滋味。我上一周答应学生的，给他们印化学反应方程式，还没来得及印呢。现在下去印，但是新课没讲完呢。说的是不让提前进门，怎么着？那我先上楼上去。那你先上楼上吧。我去跟张老师说一下去。问他留作业不留？问他留作业不留？叫他留作业，一般叫他。嗯，好，我们语文老师在班里面，我现在通知他这个消息，不忘了让他留作业。是了，你可以顺便留点作业，你想留作业？想留啥作业呀？你留卷子没？就你的意思是放假的作业吗？时间不堵。就是啥意思？就是不一定放多长时间假。对。但是今年就足了，是吧？对。然后就是在那，那我给学生留点作业。现在七年级学生都已经走了，我进班去看看情况。还有一个学生今天中午请假了。学生的杯子卡又忘了拿了，把灯关了。哎，我现在上九年级，去给九年级学生卷子发下去，然后再给他们留一点作业。我现在在班里面门口等着，语文老师在里面发卷子，你再等一等。班里面现在学生情绪比较激动，干啥呀？你们语文老师不是安排作业了吗？进去吧，进去吧。我给你们发答案。学生情绪还是很激动呀，是现在就想飞奔回家吗？好啦，作业完成了，然后我把我的东西收拾好了，准备回家。